因为钱吼，因为钱，我惊吼，要去坐，比如永和要去坐飞机到倒一个迄落登机口，爱惊足远的，嗯，啊，怎啊到？要来到，要来出关，得去惊足远的，吼，伊咱毋是 VIP 就拢无路讲吼，就飞机咱就来，迄落车就来载也袂歹，但拢是吼，爱用惊的，啊，咱目前就吼，要惊一寡来惊一寡，我若甲伊出门吼。我爱买半周，他就会变，我只会用一个月变。所以呢，你这一年呢，可以把它了解。咱来不接你，咱来点本书，咱来解惑一下，咱老家，把咱目前的点的事出去开封的，咱有当体会的时候，而且咱严组长，咱的郭宏，咱的郭组长哦，这一次哦，很紧张哦，甲阮做一个复习啦吼，啊，所以就咱去体会。坐迄巴士吼，互我好个在台头坐咧，安尼像咧坐咧跳板舞安尼吼，迄会晕人诶，毋是晕车，是会晕人吼。伊两个拢有坐着，所以咱去体会讲，今日咱出国开吼，会使讲有真济会无方便，啊，睏诶所在也袂当互咱做损伤，坐空交通工具工具呢嘛袂好当互咱做损伤诶，着对啊。所以讲若有机会吼，拢爱对个同事出去开吼。即咱体会讲，原来一个开放的坐火车，因是外辛苦。有人拢想讲，哦啊，去国外开放敢若做轻松，无轻松啊吼。但是像咱即满呾，是命即个电饭煲会变的，会说讲压力非常的大吼，非常的大。特别要注意个推荐的，爱用足烦细心。啊，若要像咱合法经营不足的，会说讲非常的辛苦吼。所以呢，银行合法感谢着资源，感谢咱目前个资本。好好学个即个机会，要来甲咱各位青年用用来学习留住黄金。那么咱即个留住黄金诶，咱认真甲我讲，我到吼咱即个留住黄金发即个品，诶即个十步修，吼十步修即个意义。那么当然，你即个都是发即个品，那么好学为虾米拄啊好？因为伊今仔甲我讲诶，虾米垂直投影片，因为好学伫四年教育内底。我那有担任着做黄金的这学习，所以我发伫过去吼，迄说应该是逐只单位做个资料啊吼，啊拄啊有做就一段，好发有来就一段，因此咧，好发着甲咱民众讲，好发规日着用投影片来甲咱各位先生分享。那么当然有投影片的这个辅助呢，会可能咧，咱会较清楚吼，较清楚。那么因为好发在所发现。在学习的过程，无法度像咱目前人啊，像咱黄经理哦，黄经理经理呢，伊对着他会研究，比较较透彻哦，啊嘛会讲了呢，他比较细致。啊，互我之前呢，伊就互我会体会，甲互我心得，来甲咱各位前人共同来分享记忆。啊，就跟老古旧的所在呢，啊，盼望咱明年甲咱各位前人在滴，会再甲互我多多的包涵，那么甲互我做些见面。那么等下，咱会咱搁共同来研究吼。那么当然，咱电律师那是讲到第三条嘛，哦，第三条开始讲嘛吼。那么当然，学法着甲咱，咱搁复习一遍啦，刚好。虽然咱目前就甲咱讲过两条啊，咱加为第一条啊复习一下。因为呢，其实伫咱即十五首诗内底，就是咱一百空诗啊。哦，讲着我即本册，咱无记单，无法去讲吼，伫大约要等，就海关甲我，你着早甲我讲吼，你看我即本册啥物册，我甲讲即本有做多少页，伊讲吼，啊你写到他来当甲即本册读甲，迄个册费用要挂要挂费用，佮用这书套甲取来，伊讲你读几年，我甲讲我即本册读十来年个，哎，我你读即本册要创啥？我讲我读即本册有做来道理，哦，伊。应该是哦，你想讲机构，我摕一本是啥物册？因为这是繁体字诶，毋是简体字。听讲人摕印简体字诶册拢袂晓用，啊，互我一本是繁体字，啊，内底搁做侪资料，哦，伊搁想讲一本毋知敢是我诶，搁叫我写字来看咧。我甲讲一本我诶，一本我读二十多年啊，所以册费用都要补起。所以意思呢，咱互我一本册吼，咱有经过检验过，即代人。五千三百吨啊！吼，是要海关验的，我看到去的。我是讲吼，敢要讲互你听看卖啊？伊就无讲，就看看讲，敢是你的，还是我的？啊，你写字我看卖，伊就对我发来电话去，吼，啊看看，啊你读什么上山？
我还是会为儿子来努力哦。啊，因为呢，咱要做，民族村呢，伊个生活就是咱现在人生的过程内底哦，爱去学一些人生的意义、甲方法、甲目标，都好。谢谢鼓励啊！那个，那个台胞证也顶一点，顶一点，顶好啊！嗯，好。我还是工商嘛，还是做很有心理方面哦。啊！你学校个市农会，伊个买啥物菜我唔知，伊过来就同我讲，啊！你会到我有兴趣，我讲无。我本来那是要甲问讲，啊！你会到我有兴趣，伊会有兴趣，伊个买啥物菜，我就笑起来。所以你，伊人基本有做黄金，其实，比如讲大约，伊嘛咧研究有做黄金，伊是有用这迄个 DVD 录音带，吼，有一个老师分的，我捌看过录音带，讲了非常好。伊是用唱的，哦，像咱迄个叫做啥，唱京剧那一种，哦，爱当打摆，有节奏，伊有一块录音带。我伫过年头七八年前去到漳州的时阵呢，咱迄个主歌就是咧放迄个录音带，哦，就是伊用伫电脑啊放录音啊，看看伊咧讲要做多少。那么伊其实伊要做多少，伊有咧研究，哦，伊有咧研究，所以迄个少年仔可能无研究啦。所以就感觉好奇，甲我看这本册是写啥物哦。那么呢，当然咱即阵要读的这一段呢，就是咱看矿山页哦，咱的作品周书呢改的，伊的题主讲的无相记哦，无相记，无相送哦，这个无相送，啊，就是讲伊伫这里讲是必先无有伊无相送，各书相处在家出家但依处修。就不自修，为义谋也，也不有益。哦，就是讲咱读经定了，咱爱照，若讲讲经，呀，讲经不如讲经，讲经不如学经，学经不如照经行。哦，就是讲咱爱照咱有做民族书遗留落来这经典经义，咱真正落实甲行起来，伫常生活当中，安尼咱读这个无上所教义。所以，伊伫遮第一条到第六条呢，即第十六条呢，是所讲的无相所。那么当然，伊甲一寡矿山也有讲，伊第一句就是讲，第一条就是听我所话，速通就心通。其实有啥物要讲，速通就心通。多简简单来念一遍，然后按靠印象，因为读过，经过你读。个机会咧，健康靠业心吼，安尼咱个记忆会较好。那么来咱，先前咱做伙来较好，应该咱会晓读啦。顺风吉，顺风如日主义风，微团建信法，出世报下风。那么为什么伊要讲顺风吉顺风？其实伫遮就是咱民主公孙守天内底有法有学原点。迄个第一点，伊讲无善用自然境界，啊，要面对善用无自然境界，伊就爱第一点。因为咱人讲话，就是咱心内的这个意思，吼、哦。啊，讲言语是心之声，啊，讲你要你要善用自然境界，爱第一点。那么，而且咱要做。大经内底，咱要做明初师讲慈悲的，就是讲你爱疏通入神通，就是讲你听讲话，比如讲咱要做明初师，要讲这十六条，而且无常数，那么咱在听伊是疏通，伊讲啊，咱爱神通哦，因为疏通就是咱知影伊在讲啥，叫语言哦，叫语言，啊，咱若听了会当去修哦，叫做初言。你会当来吸收，即人讲的话，我有法度来吸取，就是讲我有法度吸收，而且诶，我有法度来消化，即叫做神通哦。判断该接受了，你当有法度来融会贯通，即十六心无常数，咱要做圆做出去讲啥物哦。所以即人即讲，你若有法度来疏通入神通，要做圆做出讲，那么咱多些点，咱会当来。啊，了解了后，咱去体证了后，心通就如日自体通。所以，伫遮人讲，
说就是包括一切言说、佛法所有的教学哦，就是咱经典，就是咱过去圣人先佛，因所留的三宗十二部经典，拢是说通，拢是说通。那么心通就是咱，因为咱我都讲通无爱通，咱如来心通就是总通，就是达到上海观的意境。那么一定要达到说通，因为你心通一定要达到说通。为什么？你伊讲的你我都讲体会。你头发大人无会贯通啦，啊无咱只咱学经典，你讲咱目前人在讲经无经，要解决，无人去听话呢？为什么本来一班咧遐五六十个学到尾来只剩二十个个？因为听话，哦，就是我大人心通，啊无咱目前人讲他安尼讲，为什么有人会不能走？啊咱过去就伫咧讲，迄个观世音甲法华经的时候，无把命的这品修炼会走较顺利。所以因此，第一就是对我们讲，我来了解讲，咱心通已经达到疏通，但是疏通并不一定做到心通。啊，就是讲，比如讲，我看你家跟咱做心得的分享，我一定咱大家，咱大家谢谢。那么咱去了解讲，好看你家心得报告伊的真实哦。那么相对就是咱有做有做出，就是找达标无相上，伊讲的意思，咱有法度让心通。这是咱第一学习十来修无上上的这个宗旨。那么咱尊尊来讲，说通就心通，就是讲如日自体空。哦，咱的太阳，不管你是乌阴天，哦，还是落雨天，咱是叫乌云带啊，伊关在，伊啊照耀着大地。那么咱今日讲到这如日自体空，就是讲到咱自性本体。咱自性本体应得的光照的苦照一切的性。咱目前人常常咧讲，好因自性，本自具足，本不动摇，本不生灭，吼、哦。哎，啊，佫是啥？灵性。好因自性，灵性嘛。那么，而且也就是我咧了解讲，其实咱若真正会当疏通甲神通，就是像太阳同款，吼、哦。伊在虚空内底，上无瓦片，下无一锥，一法不立，才能通达。那就是一定爱放掉了分别妄想执着。如果哎，比如咱学经典来讲，哎，咱每个人对经无研究，就像咱目前伊个对经无研究研究，伊就较有法度通体会。啊，或是四书哦，或者对四书，那伊无法学啊，四书含个做多个，可能无法度较有兴趣哦。啊，像经无研呢，目前人来讲，无法是听有，但是你讲要讲叫阮以经无研来学习讲，迄、那个刚刚分享经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步骤。同样的一个意思，但是咱的自性本体是苦照一切，只是咱学习的用心都无同款，是有了差别，有了分别之意哦。所以呢，而且呢，咱来有法度啊，到疏通也是唔通，有法度达到，如日自体空吼。那么当然心通者，伊就是咱进入到实相哦，进入到实相。啊，来而且这个疏通者是解悟。就是讲，今日咱咧讲解经典，伊有法度人解悟，就是讲有法度人讲解，而且有法度人体悟，不落经典度众生伊个真实意，也是属于靠有法度人所悟。那么咱今日听经典，还是经典，要达到心通，也就是讲咱有法度人证悟实相哦。所以咧，说讲入心通是菩萨的教法。那么嘛，有法度人讲，真正对咱就是本体去理解。心通到疏通是如来的，那么各位先生要了解，其实伊只就是要甲咱说明讲，疏甲修是一，不是二。因此就是讲，咱今日伫咱的自性本体伊无分别，伊拢无差别。咱为虾米咱今日有差别呢？是咱的色心起作用，毋是咱的自性起作用。伊只咱也爱也伫咱的本体，咱今日听经典旁边咱头我都容易做些理解。这就是我第一条要跟各位先生分享哦。第二个是讲，微传电信文字水破下风啊，微就是伊讲独一无二，伊是真理是绝对哦。啊，那咱这个的道理呢，能够讲刚才讲的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那么你加伊的微就是微动，微传电信文，一气电信，电信生活，生活的顿搞法嘛。咱有做有做是说出来，伊就是。所以第六、第十六条内底，伊就甲咱讲，初相是顿吧，哦，是顿吧，是顿。咱顿
顿观的这观吼，伊即个是变性身躯的观吼，所以才讲归还变性观，就是要清净，清净哦，啊，出世变性的性就是众生本具的心性，所以就是讲到咱的本体。那很多人真正清净到这个真理的这个利益的时阵呢，伊就讲出世破邪众，哦，出世破邪众，伊即句内面是讲破出世是破度一切众生。所以呢，咱伫开始无即哦，即一种即诶，即一片内底血就拍着啊吼，咱就做伊个开血的意见、洗血的意见。那么咱有法度人无血的意见，无但就讲血的即个利益，即个是咱众生的所爱开始的一些功课哦。所以你即讲伊今天是的，就是不出世普度一切众生。那么要咱破邪众，就是讲要有法度人化度呢。我当体悟心外，无分心外，无分在中。其实咱咧经典，就是咱体悟讲，啥物是正信的宗教，正信的宗教。那么咧话，那么即个讲阿弥陀嘛是讲经典，但是呢，伊的本意无共款，本意无共款，也是讲为了讲要做大经，啊会讲到啊对咧，甲咱咧要做伊的心外无共款咧，而且定义出，这种就是咧。一种的这邪宗哦邪教，所以而且咱爱非常谨慎，也就是讲，咱的经验爱做一个体会，哦，做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体会。讲一句来就是，哦，来第二首哦，第二首咱再做回来看一遍。哇！法界无顿渐，悲无有地静。基础见性门，无人不可学。哦，那么当然，而且这一句呢，其实各位先生来改做一个体会。不过呢，就是来改体证，就讲其实咱现在伫这红尘的这世间哦，在五毒的往事内底，咱修行人分做三种，分做三种。若讲修持闻道，勤持行持，就咱在座的姊妹。咱拢是真正是一个修道的佛祖，而且咱拢了解修道的吼的过程内底，咱辛苦求学的过程内底，会当互咱超生心法，咱加以较有即个信心哦。上师闻道勤持修持，中师闻道就尊重哦。啊，若下师闻道咧，就下下大巧哦。就像咱即届的祖庙有去嘛，有法嘛，对无？咱去到迄个迄个福州三江的外国人，多谢谢。小的啊，那老的可以我一句也较老的，到时，我再到时咱一句也较老。会真正的，你小的呢？啊，三江的伊有伊的价值，敢会去福州上去上三江？这样嘛不是讲好呢？无像咱台湾哦，开馆真偌好，昆登野性的个宿舍，啊爱上昆登个宿舍吼，迄个无生机会，比我老较好。但是呢，你听我甲问起来做，一定昆托卡是昆上爱叫伊去。昆托卡。伊是睏涂骹，啊，若互我睏的吼，是即边摇，迄边也摇的啊。迄边床我上铺，楼骹伊咧宿舍楼骹一桌啊，坐桌啊，啊顶房爬起吼，即边也咧摇，啊即边也咧摇。我咧眠房睏伫即边，啊互我睏伫即边，啊翻啊。若无生仔脚，为什么大陆的厝拢无做生仔脚？吼，有做生仔脚的是我咱迄落泉州迄间厝有做生仔脚，我感觉奇怪。啊，咱当无生仔脚，为什么伊个厝拢无生仔脚？惊到三门，像咱景村啊，因家都有生啊。我发着甲问迄个景村林太太讲，你话为什么你们家没有做纱窗？啊，才在点蚊香哦。伊讲哦，做生啊，到因为即阵人家拢在赶工在做嘛，啊，这容易垃圾。我讲做生啊，咱是买好迄个放那袂去吧？啊，垃圾洗就好啊，为虾米贵又无爱洗生啊汤，啊，只无做生啊汤安尼？我发着甲我。有一点仔，因的这个理念无甲无啥同款，咱是要过因做实验项，对不对？包含伊嘛，伊在包含到侪，无法去困的吼，无法想讲，唔知是无法吼，困去还是安怎？互我都无感觉帮我教，互我教，结果倒来到厝，伊较对，互我无教着，拢教到咱这边一边。哦，这方法啊，侪啊也袂困去，安尼摇来摇去哦。所以吼，各位清醒。但迄安尼为着要对话，要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化，哦，要研究国学，
还是三人刚笑脸啊，去遐过一种演演舞台的生活。啊，咱若咱台湾的呢，咱讲福在人在福中，安怎福在福中了？演出站有无？有影无？真的啊，你这个演出站有去吼？伊两个去无去到？你着搁有做落去福州啊？伊才有法度来深深的体会，哦，深深的体会。一种当在兑换，一种迫切的一个心情，甲咱无同款。咱台湾就是有偌好无偌好，到处看就是应该会较好个吼。啊，所以呢，拢袂珍惜，拢袂珍惜吼。啊，所以伫遮，咱去到遐吼，人咧江苏吼，咧江苏，大家拢偌尊敬嘞，真嘞。啊，江苏哦，特别安排方面拢无同款嘞。啊，何阿甲咱蔡经理为虾米个？会甲讲个标记，因为阮有带人去上班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是我们的，我说，啊，蔡经理，你跟蔡经理要不要另外安排房间？我说不用哦，他就跟我说，蔡经理哈，要跟他们的学员住一起。我说那没关系啊，蔡经理跟学员住一起，或许跟我们的学员住一起。那个蔡经理是不能打扰，你那困你脱开，是点嘛？啊，我啊困你死啦，是咧变成越来越去哈。所以各位姐姐，你这一年呢，第二个你看刚出一年嘛，刚出。咱咧上课迄边看到江苏的房间比较较舒适，哦，比较较舒适。那么当然嘛是无法体会一个讲吼，出去开吼，哦，啊，从头进去游玩，迄种人讲刻苦耐劳，你这个心境，哦，你这个心境嘛，无法心境哦，心境搁再提升。愈加愈珍惜了讲，咱的学坏的这心，哦，学坏的心。那么当然，你进一步你讲发展如何讲？法如歌哈，应依一义哦。而且咱有得讲了讲观依道教哦，那观依道教，伊每一个人你去碰的物件绝对袂同款。啊，咱空无住在因在世界哦，咱空无住伊所三千地主七十二，迄、那个第二分道内底，你拢若共谈论伊，你咱在咱资料外讲，每一个人来碰迄个。问题拢同款，只有问一个好，哦，伊问一个好，每一个拢无同款的解答，啊，就是讲因材施教。那么今日直接就做回做出来讲法宝顿教，哦，法宝顿，对我法门也无接受的法门，伊无目标，但是咱迷五有地者，也是讲咱众生兄弟姊妹，白甲黄，哦，金甲白，人讲话讲。白吃千万里，按五吃一步吃，就是这样。安尼讲，基础建性文古灵不可修。那么伊讲古灵的啥物武器，我都能放下万言哦。这样呢，我刚刚分享不可修，我无法度理解。所以你看法经里讲讲，唯有一心观无二无三，无二无三就是。那么咱今日滴滴为大，咱人啊滴滴的为大，哦，就是大之家。那么电信文伊接过来伊个东西，他们本身他们就是各做传播伊生活，不过遗传都对叔叔辈本身，而且生活为伊个生活，为了电信文不如想点解脱。民族刚刚各做传播打做了后，就是已经多岗会的，哦多岗会的，无阁讲叫咱去遐想点做啥，哦才能得到解脱。其实。伊伫迄个做商品内面，就是讲，咱来去遐坐下，是咱一块臭皮咯呢，伫遐真正吼，人讲，诶，公用公器伊尔，咱伫诶即个诶做商品地方吼，就是伊来做些非常精辟的即解说。那么你再讲无理，就是讲无法度来放下嘛个，我当放下一切习惯，一切习惯，就是咱有执着梦想个啊。就是夫妻的啦，伊有法度去理解，伊咱有做有做出所传的这典型的方法，哦，典型的方法。所以而且呢，伊就来讲讲解释，哦，咱第二条就是安尼讲，来第三条伊的方法，哦，由浅由浅入深，伊由体来讲了第一条就是来讲分体，哦，甲第二条拢讲分体，来后边伊来讲用啊。来，伊就开始咧讲用啊，所以讲缩小虽万般合理还归用。而且哩，菩萨戒里讲讲，普遍有德轮，归还无极乐。哦，就是讲咱今日是菩萨的有着多万缘，有足侪方法。比如讲，像咱即阵伫咧度人嘛是共款哦。那
咱嘛是因材施教的。咱今日比往常无下比较，互我伫泉州买转来，啊，伫泉州两个老菩萨，哦，伊施先生甲施太太，一个九十多，一个七十几岁，行过来一个因因吼，所以看阮台湾人讲，无下阿尊甲阮弟三个，而且三个是从正买头买转来，结果有一个帅哥带着两个老菩萨讲。我三个讲过，伊是台湾人，台湾人的相差吼，绝对无同款。为虾米呢？那伊阮这个年纪的台北泉州的人，伊的相差嘛，足水，足笔直吼，啊无就是那高跟鞋。啊，那咱台湾人呢，我这个年纪，愈穿衫愈好，对不对？这样咧宽宽穿的，啊布鞋啊穿的，吼，看你要行外，唔要行外，拢不要紧吼。啊，为人爱穿的是足水，伊一看，像我台湾人。啊！你讲是台湾人，我袂是，我三样水较好吃。啊，即款你要等于台湾的队，我讲我要等于台下。啊，转门的台南的队，台南磨刀，我来见到迄两个老婆说，是要转来磨刀的吼。我来真正啊，来请来。结果我就甲改伊，因阿哥改伊，因后生讲，朱先生，你等我一队。就来甲问啊，我来甲问啊，大细在咧甲做，啊，咱无改好问者，改问我唔熟悉。哎呀，我讲嘞，你平常哪对啦？后村人对，因为潮汕吹瓜，哦，哎呀，我来从啥推广啥口文化，哦，啊来来试嘞，伊就来就来炒的，啊，咱今日来大来应对，嗯，哦，所以我咧讲叫母亲节活动就来招来参加母亲节的活动，是说咱大来开聚会，哦，那么就建议你们这伙客，要来介绍这查某囝，这查某囝这个施秀贺。那么以前你妈老在给煮，哦，那现在都在给吃那些来煮，现在的。那么伊在给煮，伊人脉，我台风的伊八十三年认得啦，哦，哦，也认得，这师兄都八十三年，伊师傅叫认得，那个殷书记、杨美莲、郭书记、黄金珠，哦，还有几关的同事，伊咱福建人到认得，所以这伊个来在，伊师傅透过这样久。二十年哦，八十三年到今几年啊，一百个人年对不对？十三年，印度一十三年，咱敢肯定啊，无去敢照顾，我敢做你博士哦，杨美莲是医师哦，啊，就是咱博士博导机会。那么，但是咱今嘛来是要靠着伊来甲咱照顾人，对不对？我来个运动，运动爱情的背景，我得从个美丽，我美丽多个背景，想要背景哦，我长。你那是砸来这里，我是砸来这里，我来去看所，叫我来去批改伊来做这种的交流，哦啊，你看，咱去看所，你来去看，敢毋是？会通去看有影？啊，伊来去又想要买倒个哪部？哦，伊本来过来，啊，想买倒个哪？在这一年内底，率积虽万贯，对不对？有准是空白，等于多花钱，但是合理有关。你的宗旨就是要当代表着伊的灵性，是要生死脱离的。但是你袂使一困，你就随着讲，有时啊会惊的，吼。那么你这个因缘内底，互咱了解哦。修行的法门非常的多，众生有八万四千的法门，啊，佛得八万四，哎，众生有八万四千的八昧，啊，佛得八万四千的法门来来对治，对不对？所以免害心，重点害心嘛是咧对治家己的心病。不是讲要好，讲我今天做个背，今天做个塔下来，就是要改变咱家己的脾气毛病。所以呢，我妈刚就甲咱这个小哥讲，伊讲，啊，这大姐啊，恁今日拢要推动传统文化，啊，恁这是读这是要创啥？我就甲讲，小哥，啊，无你卖厝是第五笔是要创啥？你做生意五笔是要创啥？安尼啊？伊就甲我讲，我讲我做咧赚钱。我先生做啥个生意啊？包括我前去三个囝，我爱做面子拍面，安尼，我甲讲着，每一个人下一个物件，无定拢有咱个目标甲方向，哦，伊趁钱是要请伊个家庭。啊，若我今日学传统文化，就是过去十年所留下经典，我就是要孝顺观念，哦，爱听无？伊讲啊，你孝顺观念要创啥？我要亲信心念，安尼创啥？就是当了不起的事。我无爱过来吃，嗯，哦，所以就讲哦，安尼我了解恁今日做的是啥物，啊，我吼，因为咱个话是要度人，所以
要得六月佛的爱情爱怪物，你爱去躲啦，哦，爱去躲啦。七月爷爷爷，你躲啦。你讲无问题，大姐，我绝对可以接受的朋友啦，哦，所以讲母亲节今天就是多人去吃饭呢，哦，我用用腰啦，我讲我要等你再去妈妈去，妈妈我出去看老爹，妈妈老爹还在老爹无，再去妈妈厝的无无伊，妈妈很那么讲大，所以我伫迄落泉州迄落。就这个说的外滩的，就那一方面，我三个兄弟嘛，也够也爱开够也，所以伊只要无伊都过来叫，都伊妈妈啊，佮伊嘛是叫伊，我个三四个来开始会。那么你这里哦，我了解讲，其实各位姐姐，咱朋友第一，老透过经历诸人研究，后壁伊讲的咧，烦恼暗地中，常思心不住。即个咱可以一度的，所以人家伊讲哦，雪积随万般，雪落化万物。百万世亲的话讲，对于咱众生百万世亲的百倍，但是伊原理也一个，所以才讲法理合理万物一，讲到咱的主心。虽然其实咱学瑜伽，你也有两个体，啊，然后用哦。你也要用有心，盲测有心，还是有测心哦？即个菩提之心、本自心呢？但用初心，对安怎？菩提之心、本自心呢？但用初心，定了平分。对啦。定了平分。我特别记起，你那问题呢？你特别记起啊？对啦。跟我学习，来，我们来跟大家分享，你来学习。谢谢哦，给咱回答对，直了成果，但是要但用初心足够啦。唔只讲管理一个，那么合来安怎配合？一定是他伊只讲的合理，就是一定要配合，配合到真理是一哦。你出来咱看黄金内底，如果以前的话改，比如讲金光不喜欢我，或者比如讲一时想哦，咱金光一般是讲。啊，就是发作到关节发作，一定要到落到实相发作，这就是来到实相。那么，其实实相讲做好讲，但要体证会使讲非常困难。但是只要你有得心哦，体证，各位姐姐，你会体证的实相无困难。亲像咱即阵讲的，责任在肩上，咱建议到咱时阵时候，重担三责打开报告的这个书面，咱的。更加投资面貌，所以呢，咱即间花一点款书，哦，贵一点的，咱钱就无讲，无讲打赏嘛，无讲做些得意，无给人来上人讲的课，吼，上人讲的课做些得意，但是咱钱人后面话来的时阵呢，更加好打两个，他将变打三个，多些钱，安尼什么意思？我看我打起有心无话来，什么意思？积阴是更加好，啊嘛，输阴呢是心话头。心中责任在肩上，使命在心中。那么你为大家的了，你也去热心呗。哎呢，你不干不做呢，给我写写。或许真的现在哈、哦，我老公给你再无法去干五金，这个老话讲，安板的加五板的，给我写写。我先生给你来了，我江南主来。我老公，你一半这张呢，因为伊爱去医院，伊。迄、那个咱蔡经理无结婚，所以较实在吼。啊，若我有结婚的吼，迄、那个丈夫我是分的，啊先生爱去领完领坐车先结婚吼。啊，若像咱王经理，咱阿叔组长伊嘛爱去领完爱领坐夫先结婚的。那咱目前来讲，啊你爱去泉州，啊你爱去泰国清迈，袂使去的吼。啊，若去这泰来甲先生提出，都袂使埋怨。哦，所以也讲到我讲安安家的厝啊，家的等等方面，哦，安注意起，安我讲，我讲慈悲哦，安是慈悲，这是你心甘情愿的，所以而且，其实真正到咱担着责任了后，你去了解实相的时阵呢，完全都没有埋怨，完全都没有埋怨，就是讲咱真正爱给你担着责任的啥，普度，让你心怀正气。记忆停留，记忆在等一些事物，所以人家我比较讲，其实快就是一年哦，几率是一，贵族不一，一也不一，就是讲其实咱人拢爱学法，要来
修行还在学法，其实嘛是唔免学法，因为咱本自无着，只是咱想未迈了后，咱前日才搁爱来学，还搁爱来修哦。但是咱过去咱伫三所保留未保持的时阵，咱是拥有着咱的伊得到更少就无事。所以咱迄阵是首先依靠先的，假如老母着啥寄来个，叫咱来遮面试，结果嘞，咱日日过偌久啊？阿无。老板哦，咱迄个安说嘞。一万块，一万空八万，即阵已经甲国米交铁算的，讲达万挂几年，那么各位浅显，这也是讲，其实道伊是无名无相，哦，咱的本体伊是无名无相，但是呢，咱后壁伊去甲咱讲，伊讲到用，伊就甲咱讲，哦，道不妨言之无空道，因此教咱呾，因去遇见咱拢啥物啊？因去道观修行，对。就是讲，你好嘛，分别叫妄想，你到我度真正，咱的意境提升到实相，哦，所以伊只讲的意思呢，就大概就是安尼。那烦恼阿偏用常心、常思、常理，就是安尼真心、真心自用，而且就讲，咱一定爱把咱的真心哦，开发了出来，因为呢，咱伫这白话经内底所讲，贪嗔痴慢疑一切不净点。是咱众生当中根本的烦恼，根本的烦恼障呢？哦，就是你刚何况是想讲，迄个根本烦恼中哦，真根本的烦恼哦，咱就学业偏门啊，吼，何贪嗔痴？其实这个是白话经内底讲，贪嗔痴慢疑一切不净点。啊，为虾米做众生？与咱接的是咱的众面，咱众面重生，其实贪到底啥物啊？都贪，咱伫咱的。标本内底，标本标本内底有讲，水火热衰一搞万劫。但是哦，咱伫民主的时阵，公孙丑面伊就讲，天作孽，犹可恶，对无？像咱今日王开啦，爱第一单啊，若都无发生伫咱这个所在，咱未必拄着迄个灾难，对不对？但是自作孽不可恶哦，伊后壁都有讲，安尼自作孽咱有啥物？就是这根本的烦恼就贪嗔痴。啊，那贪就是啥？贪就是水。为虾米讲贪就是水？咱人拢安尼，我买一副水，啊，我一台车吼，无啥好开啊，我又买来买一台较好，吼，啊，人拢囤着三钱，买愈好愈好，鞋啊愈洗相愈好，迄叫做贪，吼，迄叫做贪，爱就是水。因为咱水是大家拢爱用的，吼，拢爱用的，啊，若切切的就会，因为咱来浸温水的时候，咱来过着。之前我发给公益家庭去办，我甲阮江南子公益在我去家庭去办，我甲讲我下晡去有一个囡仔吼，安尼真正气一个吼，迄即阵心者一天吼。咱普通时啊吼，咱拢面对的是拢大人，较少会生气。我下晡去有十五个小朋友，迄个毛毛虫吼，小毛虫吼，气一个不是气啊，就是讲咱讲迄个读经六字经吼。椅子拉正，经书摆正，左手压制，右手指示，眼睛看，耳朵听，嘴巴轻松念。咱爱下尾囡仔十五个，我当年咧听咧，我讲你好呀，啊这是咧，伊咪无法过来咧摆落去啊。但是伊看到我，我就兴奋咧，吼、哦，这妈妈你都去哪里啊？你问他个，我头发安尼好水啦。咱今是要教人，今日唔是要让伊去画家产的，啊，所以我看吼，永远要收着伊的心，收着。只要袂开心呢，我都用呢。但讲一句较重话，伊甲我惊一下，甲我惊一下呢。就妈妈你在生气，所以我可以讲话说，左边后面眼睛闭起来五分钟，来修来修掉一下呢。吼，啊无你我都要变成上课了。所以各位姐姐，你进入心里还开心哦，你会真正上心呢。吼，真正上心，不是讲生气啦，而是讲你要安怎，要想要你耐心。眼睛来看见，哦，真正人无宏观哦，恐怕会无了哦，真正。我讲这两位孙吼，我听讲吼，但是因为咧，伊叫做是过动，哦，迄个层次序列是过动，下个阵啊，他们都去的，我拢搞啊，老板主管我拢爱做。咱人是天天心嘛，啊，若无迄个吼，我只想要甲恁主任讲，这个敢会使卖了了？你个别吼，带伊来主任咧个别教学，哦，因为伊做好工作。有我的这一点，阿弟我可以讲，阿弟读德智中智，伊在咧读八号间，阿弟读八号间，伊在咧读，伊在咧念德智中智，或许说陈志勋，
我们给你按个三下正能量好不好？那你以后就要乖一点，不好，先给我正能量，今天我要来拍三下，免得做招财梦都要讲正能量呢。所以哦，这几天来对，你这一年来对，哦，要干嘛的相处，要干这咱这年纪，这爱跟他相处，多钱钱，爱有头脑的，吼，好办哦。我是上，一上课是上九十分的，一个老师上九十分，所以哦。咱咧搞花店就对啦，咧搞花店哦。所以伫遮咧贪嗔痴慢疑，不仅仅是咱六种根本的烦恼。当咱拄到遮个时阵，伊也表达讲哦，哦，上师先慧智，就是你伫烦恼时阵，你也可以观照，你叫做烦恼即菩提哦。我以前想过讲，咱做瑜伽做在讲烦恼即菩提，烦恼就烦恼，要爱讲做菩提。那菩提是啥物心？就是咱咧。觉心，吼、哦，就是那个觉。你伫你咧烦恼的时阵，你要烦如何觉照你家己？为什么今日会拄到这个烦恼？爱觉照家己的心因，啊，一切的因，本空啊，一切因啊，本来拢咱家己招来。所以吼、哦，人讲天下父母心，庸人自扰之，感谢。他是是安尼，互相安尼做一个关系，哦，为什么今日咱个讲话会投机、有意见，就是爱心关照咱家己。我叫恁家己讲，为什么咱无法度甲咱这些一些配合这个道理，就是咱家己的这个心，吼、哦，有够，然后心量无够大，哦，等下我会甲咱分享。那么咱古早人甲咱讲哦，唔惊念去，只惊觉。所以有啥物念了紧，但是你要爱爱觉心的马上哦，起一个觉心的心，起一个觉心来磨砂掉，然后讲较紧把咱这个无好的念按落来。而且讲是不是你文明爱以不以动机，这是这以为处呢？咱要如何去拿呢？这就是咱的智，是爱心心，把咱的智慧呢提升落去。那么迄个时阵，啥物叫做智慧？是用真性自觉。这个是比天盖宽，是天盖大。因为我真难受，他是听我的功德力哈。你是紧张哩，啊，我讲你换你变，换你变，我要出鼻子。林组长，我真难受，今天我发的卡西，所以也紧张。你昨天我发讲唔对哩哈，等于跟我讲，你唔知，你拢唔知影，等下我等吼，就爱回答我，叫教导的。的所在足济，好，不要紧，因为我发现嘛，要甲咱再来修复上上的，还是到这个所在吼，啊，所以我发就继续在落来，来第四，邪来烦恼之，邪来烦恼，邪来烦恼之，正来烦恼之，家庭过不了，天经地义无疑。邪就是正，而且对应嘛吼，啊正伊个反面就是邪嘛，所以伊才讲邪烦恼升起，妄念起起来时就是邪来，那么妄念起就是正来，这是足简单的道理吼，足简单的一个道理，而且伊一个力量。那么妄念如何起有？必须爱有觉心吼，是爱觉心。而且咱昨下咱讲训班的时阵嘞，我有样人家讲。伊讲伫佛陀的时阵，阿弥陀的时阵，哦，伊的弟子甲问佛陀讲：“啊，佛陀啊，世尊，你若回去了，我要以啥物话为师？”伊讲：“以戒为师。”那么来，那咱即阵安尼学习咱师尊来的时阵，咱来甲问伊，伊甲你讲啥物话？以啥物为师？以戒为师。那么我发到一个体会，为什么伫青阳伫甲阿弥陀的时阵，只要你以戒为师得了？因为青阳伫阿弥陀的。哦，咱无伫这环境内底，你当去庙寺做和尚、做尼姑，哦，啊，住伫遐，无受着一切家庭，所有咱爱去趁钱，所有环境的干扰，所以咱只要修改、修补、改就好修的，哦，啊，食时阵困着有，啊，困着庙寺内底修行较多，拢无干扰。你厝有啥物即阵的人，伊若做大汉，佫想要去出家，或是佫会觉得说，迄就是个逃避。咱尽量做些甲我讲，伊青唔即摆去出家，我讲啊是几岁啊，甲你出家？伊讲囡仔拢请了，
啊，就去出家啊，好贵，啊，哪样呢？你若要出家，唔就是啊，到阿婆家庭，诶，时阵去出家，伊讲吼，我讲这安尼是去出家，这是去就是信仰。迄阵伊讲爱提钱去，哦啦，迄有影爱提去就是信仰，迄毋叫出家呢。哦，若讲真正出家是爱从诶细汉诶时阵吼，就爱去出家，真正放下万念。那么你叫我告诉我，咱今日培养弟子，咱都爱行善吼，咱儒家英文要牵车带子，要德化家庭，咱就爱依教师。今仔咱教咱的先生是上好的啦。若讲困，就讲你着好好念啦。若讲困破三两车，唔使分的，都是安尼。所以咱有只讲话讲，哎，有车队是啥物队啊？护士队。哦，我是阮爹爹讲话讲，护卫安那么够好嘞，叫护士，你敢捌听过？捌听过吼？迄个贵太太伊在修炼家庭的吼，捌听过这？我听阮爹爹迄个一阿秋，阮伊我一条阮江先生江南厝同学吼。啊，那有的先生呢，人讲话讲，虽然伊先生但是是乌巴队，啥物叫乌巴队？就是貌合神离，安尼有没有？虽然是阿公某，但是两个都是感情的，你对吧？哦，啊，安行路一件，都是一件两件，一个趁钱的，啊，一个主动的，安尼个。啊，若对阿公某是够好的，哦，互相体谅有够好的，哦，啊，智慧义有够。那么伫遮呢，也是讲，啊，你要讲讲，其实咱有烦恼，嘛是跟人吹来的。哦，啊，情跟善是对立的，它是两边对立化。啊，咱烦恼来起的时阵呢，你爱讲你有觉心，吼，爱有这个觉呀。那么咱今日来到这培养心导师，咱要德化家庭，在这个环境内底，咧修行学道，咱一定要有这个觉。觉就是咱的什么心，咱的菩提心。那么也就是讲，咱今日每一工在咱的来，咱为什么这个觉有一个见？你是这个，我感觉就是现，吼。我嘛是对啦，就讲你随时拢我都发现着你的内心深处内底，你起心动念，咱才讲念头念头，你，咱都讲啊，你念头唔对，你选择就是对，对不对？你念头若对，你选择就对，啊，你选择若对，你就会使想，哦，你就会使想，唔像咱咧讲修分。另外，另一张，伊下讲的是讲，选择一条光明的路，哦，当然你前面若选择了，咱上面是咱一条光明的路，对无？但是无输咱一条平坦的人生的路。因此，咱讲咱选择了对了后，你的路会愈行愈远。啊，若选择这条路唔对，会愈行愈行就是愈痛，就是安尼。那而且讲，讲念如何去，就是爱有决心。哦，念起即个觉字即悟，只要你有觉念有觉悟，你就发到真正去发现咱的智慧，讲我要做出来解决这件事情。哦，那么当然，而且叫咱无分别、无执着、无妄想依恋的，才会叫咱邪见不用。哦，其实咱若无升起一个念，咱就无烦恼。哦，啊无烦恼，咱就会去起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所以两边不立，中道嘛不准。这个时阵，清净心才有法度练解，哦，才有法度练解。伊的理由是安尼讲啊，但是各位先生，我告诉讲，这是真心的一个理，一个真心的一个功夫。所以呢，伊阿爸伊在讲啊，其实阿爸用的教啦，哦，有体有用用的教啦。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佛。菩提自性，本自清净。那么咱起心呢，只要咱起一个念，就是妄心哦。今日我起一个念，有时咱讲，啊，像咱起一个念，讲我要想要度这个人，我起一个念，想讲啊，我硬是要念得啊，吼，来像咱五月二十七爱想要念得念皈依嘞，我发到会起一个念，讲我要做何去教我有缘人结缘，我要做何去来度，哦，就像我发一礼拜去迄个照顾咱的杨小姐，泰国杨小姐。伊当来开钱做，吼、哦，是当来的啊，本来是要请我生幼稚，啊，结果阴错阳差，煞后副经理派我阿弟，由我生阿弟来照顾，照顾伊媳妇、甲伊孙、甲伊后生，怎啊副经理讲，安尼来，再叫你去，吼、哦，我后排，然后好啊，去伊要
为着脊椎，脊椎为着各位先生咱了解吼，这脊椎为着伊做矫正性医师，伊非常成功，非常厉害。台湾第一位，现在这个高振兴医师，现在在德阳中正四路100号的中正骨科脊椎前位。那么，伊现在脚骨发作起来，伊的脊椎退化，啊，脊椎退化去做检查，检查了结果是共振低刚，我底下团队过来问的，我对阮江坛子做歹势，迄刘老板刘坛子伊手底下呢。就是刘什么鬼？那刘董的对啊，吼，刘工，以前我帮你看过，王江南，王阿公，太神！我以后爱到你家过洋小姐，阿公吼，以后会当等你吼，阿可以问阿仔在毕业在当等你，阿仔就毕业吼，等阿先生阿将你该处理，吼，江南就二话不说，让你姊妹输掉，咱两个输掉，伊讲那两天啊，我会处理哦，你不要烦恼。那刘男主，那刘先生吼，伊讲。因为我看吼，恁去讲电话，怎样做这些事？哦，安尼先生那样好啦，那样时代，我问问伊啊，我问我是啥物啊，还是会创啥，会创，然后随便伊好。伊我讲吼，因为我互伊个，互伊信任吼，而且礼物会听我讲话啦。伊我甲伊讲，伊就知影，我伫个做啥物工作。伊讲哦，安尼你心灵自从到我家后呢，凊彩讲讲伊就讲好，不要跟以前好，不要跟讲因为反正。我是三人无影，人无准备，但是无我无伊也袂使，因为伊核磁共振了，照了咧，伫个第四棒，哦，咱个脊椎的第四节内底照一个3公分的，无准备袂使，因为了长咧，有时爱恶化，哦，啊，伊个脊椎40外岁啊，伊脊椎退化，迄个，迄个本来是用一块，迄啥物片哦，迄一块伫咱台湾10万4千，哦，伊个骨用两块，28万8千，哦，啊，佫要手术去了长。我就来讲，啊，今年了血管瘤有手术啦，血管瘤是要处理，啊，好，那都有处理。伊咧开了了，大肠了血管瘤3公分，而且可以神经，伊的脚咧疼，太过安尼补一点汤咧，补袂好势。等下到咱台湾手术，拄仔开头是总共无我建议，我送去，应该是送去，送去咧爱开头40万。哦啊，所以呢，老钱一年老33万入去啊，所以呢，就要落到平方。所以呢，正好咱两位讲，其实哦，伫这个今年内底，我拢爱想，咱今日土地自信，分子清净，啊，咱今日修行学得了，何况我咧想，咱真正兄弟姊妹有需要人的时阵，咱要如何以及咱的土地修来为兄弟姊妹服务？哦，只要我正好要到啦，哦，去何法就。想着啥，度人是咱的精灵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心转得起是咱的使命。我讲咱想去呢，请看，因为你人伫遐呢，诶，护士来甲我讲，啊，伊等下吼，手术要来11点半，哦，爱一度啦，啊，你爱要翻倍，爱要甲伊甲迄个翻倍呢，啊，佫爱会晓可以甲阿公啥讲讲，啊，去流动佫伫遐，因为遐个我较开讲，伊是讲吼，这个功德已经好了，就很好诶。会使啊，迄个房间你小，我那里只团队甲会补起啊。啊，即摆伊两个同事换一个高位置，会不会好问咧？啊，我爱去代表我创啥创啥，哦，我去代表是去办啥物，无啊？伊虽然是老多做滴滴，但是伊无了解咱德清的做啥物，我来做一个解释。然后伊讲哦，啊，你袂使讲伊23岁啊，我看你无几岁咧，我甲讲吼。伊太太的妹妹，我都爱同学针对的吼，我甲讲，看恁伊啊几岁，我就是几岁。我讲恁看我，安尼请一个看护，结果真正请一个看护，到点水叫，叫来到点叫来，迄个杨小姐，她到11点吼，她回到了。那么你这过程内底，分几工的，想要导这个看护啊呢？哦，迄个伊礼拜，哦礼拜过出来。因为做来咱四维都见到，所以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咱会运用足侪音乐，但是咱起心敢是梦，其实咱有咱目标对不对？哦，那是梦哦，那是一种梦想，但是咱是现实，因为既然是梦想，我是全部摆，只是有分别，有现实的分别，哦，现实分别，因为咧真心在梦中，咱一定爱真爱爱照假，对不对？照假修真，照假修真，但是后壁我强调淡静三种，
就是你爱有尽量，你袂使有讲，你想袂使有啥物想。所以你才有讲，我们本自性自在的代价，本是自性中自照。哦，啊，起心就是佛，起心就是佛，就转不觉为不觉，转不觉为不觉，用善恶的分别。哦，但是佛法是一条善心，在度人间万的当中。那么你这样的起心了，一点不觉，一点就是起心。哦，你这样不能够有点这个，你起了度人的心，但是你袂使做。讲就是，哦，咱就是会咱一句去想讲，像咱迄当初先生讲，我今年度偌济人啊，我过世偌济啊，我做偌济工作，咱袂使着。只是这是咱的本分事，本分事。像咱即阵出去咧度人，咧宣传着是，哦，拢是咱的本分事。啊，袂咱会想，像咱耶稣长甲耶稣长，迄落古早去，咱会想，诶，这人吼，也是咱亲情，也是咱的朋友，伊相当爱对咱的好。而且自己你也做过哦，像你交什么人负责会，迄些大师讲个，迄个什么书记，书记交你负责会嘛，啊，你做教务员，嗯嘛，咱看病互伊照顾，哦，你来照顾，哎呀，我是生，但是伊是代表一个官员，哦，是一个官员，那么为什么伊现在拢就是一直要被负责传统文化，来，好，来好一点。那么就是讲，咱今日其实伫咱一贯的标题主，咱就是要何况真正，互愈侪人来接受拢好文件哦。那么而且伊经典的意思来讲，咱起心就是讲，起心就是讲，因为静心在梦中，真个条件合社会才是人哦。啊，你咱今日天不言地不语，咱天地人义中，代替生活，替天行道，是咱人做人的责任。所以静心在梦中，不加什么，这是起无明，咱起了善观心，淡静，啊，不是淡静，淡出重要哟。咱咧要做观心内底，淡用初心，淡静，这个是咱伊所讲的一个重点，要教咱哪做哦，要静啊，就是分别不起执着。哦，所以咧，淡静就分三种，你着烦恼种、业种、甲苦种。因为烦恼种，咱家己起的，就是我要做，或者方便性。啊，咱咱若对着少，哎，起了好好，咱会招咱的业果，哦，招咱的业果。所以，应当大师才讲：有见不断梦，妙理即法无空相，无相无空，无空即是如来真实相。在咱净空经，有些人是啊是啊，咧了解无空，用倒背如流，哦。但是这是理论，我翻翻说，测试理论，咱要如何去来推进，这是重点。这是重点，有时啊，会晓背咧，但是拄着代志的时阵，一句话就讲试试看，就是到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像像咱咧节目遮常来讲，试试看，就是到。一句无含咱听的话哦，咱就开始提供了，吼、哦，你放心吗？嗯。这就是第五步。来，第六，世人就受到一切事物互相处的一个依德即相当，啊，就讲其实呢，咱遮就是咧甲咱来灌溉咧讲，咱若是一个受到人的一切事物吼，咱看到所有的即对，互咱无顺心的咧，咱拢通放下来讲，吼，因为咧其实人无迄个无发表的，心存实力的足少吼。个咱家己生个囝，都无法度互咱一个人生存实力。镜头做出来无起拢无变，对不对？绝对无许生存实力。但是咱拄着个看个时阵呢，咱爱守住点基格，就是遮互我甲咱分享。修行个智力语言，家己袂当建立自欲人建立是为无理，为人拢可以尊重别人，但是足爱互尊重个，安尼才有合理无合理。真正诶，足侪人是安尼，为咱咧做爸爸妈妈诶啦，拢有迄个啥物啊，迄个啥物心态啊，吼、哦，就是爸爸妈妈诶迄个倚老卖老诶一种心态。啊，囝一定爱听我诶，啊，查某囝一定爱听我诶。但是咱无去家己教导讲，你今日要求即个囡仔，要求即个，吼、哦，你是合理无？吼、哦，就像咱今日伫微信内底，咱每一起写写的，今日创一个微信甲我讲。叫妈妈，我的儿子哈，你儿子叫陈翔，曾陈翔，叫我讲三声，叫我做好，我来，
好，我着安尼讲诶，真奶奶以后安怎拢好？结果诶，讲真话无啥事情诶，我着甲迄妈妈讲，我与其你不要对孩子要求太高，只要不是，只要不要说我出状况就好了，只要先决定嘛要优秀个，因为逞强最重要。我阿克里无第一名，你妈妈要第一，生一个名，我甲讲吼，爱拢第一名，像我当我陈敏玲，阿爱拢考第一名，我甲讲好不好？因为你考第一名，但咱进步第一名，对不对？大概是第一名要变成进步，所以我甲讲，你要比妈妈快，只要伊要认真读书个，你甲讲吼，变较认真嘞，阿听话，将妈妈、将奶奶吼，六月十一号礼拜炸飞出去，我讲好好好。我一定会留给他听的，说将奶奶要带领过来，才会好好的学习，那么教得起，依然放养。那那个母婴呢，爱想讲，第一传到我都传给一点。哦，我拢爱安想，既然做有母婴，那传给一点的，啊不爱安怎安怎都安怎，但是你传到我都传给一点。哦，你若像我老公，将来像我来讲，咱婆婆拢传给一点，所以呢，传一点。嘛不是嘛，袂使咧要母婴啊，其实。不敢看的转用，哦，不敢看的转用，我让老公既要卖茶所这份子了吼，所以呢，你家这老的你嘛是难管，你一定要先尊用别人，别人才尊用啊，这是一定的，这是一种哦循环定律啊，是一种反射作用。你给人家正能量，你所得到的就是正能量；你给人家负能量，别人给你的是负能量。哦，同样的一个意思，把酒爱生一个生，咱的心肝来哦，观察咱家。伊咧目睭普通拢看法，直接观察家己，哦，而且讲讲一支枝把啊四支的枝家己吼，那么水爱去你心肝来吼，放在心上评论自己，只要你事事要当后悔把人，那么咱的点就是一天一天比不再更好，这个是哎，今天安尼讲一下，而且讲枝不含是枝不灵啊，咱家己有好多人含把人。因为咱在学物件，拢当别人学学概念，学会晓，咱爱学一摆，是咱家己认为不足。而且讲记失字，人灵一字，记笔字；人灵失字，记切字。记灵书得者，虽弱不强，虽无秘密。中庸内底，伊就安尼甲咱讲，意思则讲，咱今无下人，是咱认为不足，咱爱去加油。咱若人无下，咱家己嘞是咱个中庸，哦，是咱个。教化，咱才无咧较看人袂透。其实人都是关系，啊，咱拢爱截长补短哦，爱上自己一个家道咧才上好。这是第二首来教咱自备的。那么第七伊讲，修为自由的不相烦恼，立德别立德，将心结德。啊，是讲世人来讲大仁者。那么当然，伊讲的这个大仁者高阶些。讲诶也是讲一个修道诶本质。那么伊直接嘛甲咱讲咱诶自性本体，因为咱诶自性本体就是大仁，所以咱诶大仁具足一切德性。伊咱甲天地合一诶，甲日月合一诶，甲四时合一时，春夏秋冬，伊是一个顺序哦，不可能春冬爱秋夏，就对个安尼，一定春夏秋冬四时的一个顺序不会乱。啊，甲非常合一结用，伊是讲到咱自性本体，叫做大仁。那么为什么咱今日哦，嘛是不来出世的咧？啊嘛辅助一切德性，为什么咱无法度？啊，就是讲咱不知消长之理哦，不知消长之理，就是咱无了解这个定义。那么伊只讲到这个自性本体，心为自由的一切，咱拢甲咱无关的哦，别人要安怎做？那么多人灌溉的，所以很多人因为安尼是，他说不要因为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，来惩罚自己。但是这是困难啦、啊、吼，比如讲哦，咱的子女啦，是咱的先生、咱的太太，所以若无下咧的时阵，咱一定会烦恼。但是咱要如何去灌溉，这是爱用方法吼。那么立德为民的中心变得德才主心，你叫后来谁叫讲压压迫不平。咱这个假抱着咱的真嘞，真嘞嘛做着咱这个假，大家拢抱做伙困吼。啊，雕雕观穷起，咱白天真嘞嘛白天，假嘛白天，拢做伙真假合。起初真相随啊，以力动意志，你讲话是毋对，你讲话
今天若无伊个，你这个计要安怎讲话，无法度安讲话吼。啊对，下咱若点点，即个嘛过来点点。即个是讲真假个合一，那么时而相遇，就是心影相识。吼，甲咱个身躯，甲咱个影是对来对调调，无可能互发个身躯对着遮单一个影，敢会？对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直接互咱了解讲，其实道在自身当中。啊，你若要去外口找道，离道别离道，中心念道，吼、哦，伊即一首伊个意思呢，就是安尼。来到即个所在，多谢谢咱爱认真去甲体会。伊讲好好度一生，道条还如，哦，度一生到头还会懊悔，啊，啥物人咧懊悔，家己咧懊悔。如果咱今日会当得人心，得着真道，得着良师，吼、哦，中华现在中华，会当看得多数人有素养，你要如何好好度一生？就是安尼，哎，若讲迄落呾敷衍过日子，一天过一天，白白拢24小时，你这24小时用7点钟来休息，剩下拢在做你要中心的代志，各位浅显，今仔日咱拢会报。因为呢，道条为什么讲道条？明明都已经，人讲啊，讲迄老菩萨，然后坐一领后坐领盘踞啦，还是讲，逐工坐一领，拢无啥物讲话。咱拢问讲安怎，迄老菩萨伫咧干啥？没有。其实咱人生落来就是死的开始，对唔对？哦，像我即阵几岁啦，我靠吼，嘛是咧等啊，对唔对？若从讲八十岁来讲啦吼，我八十几等尔。啊，你生是死的开始，啊，死咧是生的开始咧，哦，这个人当然有点过来出世哦，搁变成咱这世人，咱拄啊好有命有修，那么咱搁信愿再来搁另外一个开始，哦，这种我看变成咱土地百姓，伊嘛讲伊想信愿再来，因为咱的本分的众生还未度尽，信愿再来普度众生，那么咱今日就来善用咱这个一生。咱即世人个，你若爱甲善用，咱好好做一些道条，你会比较好。没错。咱今仔三处要断，即个真个要离开咱即个计时，咱我都照计时，即个是咱个后悔个。诶，但是千金难买后悔一条油啊，所以咱一定要把握当下。哦，欲得见真道，行正即是道，伊在咧甲咱教。哦，所以咱凡夫因为妄心执道，安尼因患得个着忧愁。如住过一生必定懊悔，而且讲咱今日度人心酸得亲，拢是咧手牵手，真正会当甲咱等于讲咱无伫咧无遐去标志，也是讲会当了较顺心运的，这是咱今日心愿下头的宗旨哦，也是咱的目标。所以讲咱爱找的真道，什么叫真道？就是无漏的福德是出世真道，多谢谢。有来的福，诶，福报，有来福报，拢留伫世间。哦，看王云平人偌济，看咱漳州人花店的师傅偌济，看啥物人用世间人用。哦，伊报喜出来，都有做一寡善事。啊，若变讲报喜的人，我认真做，就是伫遐增长，对无？今日互咱安尼体会，我发个公公，就是我咧江海的堂主。诶，我是江南主家。我公公诶，会使讲对吼，我建议你到因兜30几年，甲伊回天雕寺迄个刹那，互我只有感恩。那么伊互我感恩诶过程，为虾米伊有当一个媳妇来感恩？啊，就是讲伊伫即30几年吼，建议因兜伊诶兄弟，互我感受讲伊凶诶做有劳诶好结识，无受气过，袂发脾气袂骂，袂大袂细，讲袂哦。哦，啊，趁钱互我看会着，就是总甲我讲。啊哈，这爱去起愈合性的，愈合性的若起会起吼，你后盖心灵就变化。各位姐姐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若不过眼前归家，伊的心变，咱今日无愈合性的人，咱这后世的这兄弟姊妹有啥物关系？所以你讲，伊所留的好德性是世之德，伊了发生死轮回，啊伊做孽的，伊无这件事。虽然讲咱。伊留落即个子孙啊吼，无足烦恼，但是吼，我感觉讲平安就是吼，敢是安尼？啊，所以讲咱今日修行学道，咱咧行菩提路的福德是，是咱找的出世之道。那么咱今日行道积德，就是咧应子孙。而且讲咱今日修行的即个兄弟姊妹，拢是咧应
接到应验书。哦，啊，你也知影，唔知影人修行学道，啊，会安怎做做是应验书啦。因此，你才让人了解，讲咱今日做是真道、真明书。咱今日所修的，就是要修出世真道。咱去讲咱目前人生的一个小派，哦，就是咱政府组长今日来过来。政府组长呢，伊一个朋友，哦，一个黄小姐，来来来出来。以前我可以前摸以前哦，啊这英文哦，国别国的哦，我就讲不了哦。那么伊今日出来呢，啊是话，因为伊是最小国的先生啦，啊来做治疗咱目前人，讲我曾经讲经我听的，哦，我讲这两个目前人嘛，我保温嘛，我良心出这啦，到尾哦，我得求到哦，啊差不多要三四天了，我病的伊接伊啊，伊接伊老师。那么你这边的内底，规定伊一个人来规定，因为黄小姐拢规定的，哦，来我去政府组长遐坐，伊个同班的黄小姐甲赖先生，哦，那么你这个姻缘内底，伊听经典，伊读经典，这个叫做崔小姐哦，伊读经典，伊讲了讲，哦，啊我经典读遐济，我嘛参加做济宗教，我拢毋捌听过吼，今日前人目前人咧甲我讲的这些道理。出世之道，原来就是遮，啊，我坐下倒啊，赞一声我吼，啊，你若要找着出世之道哦，你等下来要跪地跪，只能讲伊讲少点做跪地跪嘛。所以呢，伊是咱老人吼，真正安点一个吼，我点石成金的迄个姻缘内底，互伊找着出世之道，有得了生生活，生嘛，我坐下阮爸爸吼，就是目前人夫人。工厂报告一天，工业听了非常的欢喜。那么这个咱今天做了后，哎，我念就是咱后盖上盖开幕的节目，哦，那目前的加赖啊，微信啊，大约爱加微信哦。那么你将好能了解讲，咱今天做的是真的，就是无外方的事哦。那伊研究做的宗教哦，伊今天吹掉用高用天标了，因为是阮红星星经理点的，哦，啊，好看的你要背。啊，陪伊个问啊，我着来解说。我甲讲吼，即个用天表格，还是讲非常舒适，请三观大地，甲迄四面面地母天娘天龙挂咯。因为我迄个陈无机组长吼，样样拢讲大意，啊，我也讲袂使，伊定爱讲国语吼，普通话伊上海人听无咱个闽南话啊。啊，咱个语文吼，还是介绍拢会可以。我就陈无机组长，伊个收文准。我怕人家做解说，我哋来解说。那你这一年来对好不错吗？所以讲各位先生，那你先恭喜福财，你财富变富哦。咱来求得这样因缘哦，啊，得到真多这样因缘，而且咱修得佛经这样好，你看伊爱得到，伊听得到，伊种的就做法的伊就感觉。而且黄小姐哦，伊是拢有甲咱曾组长咧联系，爱伊拢咧研究。但是要听到咱金光经吼，这无上大的这法门吼，有些简单，所以伊就特别好听。那而且伊讲平静即是道，静静就是两边，两边不着，中道也不在，不在中道之上。就是讲咱拢念，不善恶不思，不思善不思恶，正义莫行，这是哦。这个慧辩的本来真面目，所以你才讲两边不着，善恶不思，清净自己之中道，清净自己的中道。那么各位姐妹，这个还是要体会啊，吼，咱要体会，因为伊讲平静就是道，所以才讲修行者会当真正通达这个道理，表现出来日常生活，吼，因为其中这就是平静。那么咱实际上是找不着的。咱求道是开始尔，求道是找着咱本来真面目，但是道伊就吼，伊有一个迄个走步哦，就是咧行入去，你已经去体证，啊边写边做边调理，过程内底你到我当中啊达到道道吼，啊达到这个证，啊若证就是因为道落在自心啊，你甲处理自心的道，处理自心的道，就像咱以往经常的课，人生的导航有你的进度有维度。到进度等差，维度不等差，啊，就是讲你本身有少物件，拢甲看，拢平等，在心灵无较侪，在烦恼无较点。但是咱的维度，就是你的心的元素，你中的元素，你神的元素，把咱两面如
长听嘛吼。出来这乱数又补救无，吼又吹回来无，又平静无，这就是无变。啊嘛无本来补救变济，啊你变死嘞，吼嘛无同款啊，一个人会较袂歹，啊会较清脆，哦较有智慧，你都无同款嘞。不要讲听道理，马上像咱成前人，有得了马上就受洗，哦。这无简单啊！像我花六十三年，伊到到八十年才接受洗。我安尼想，到八十七年，然后花六十三年，将来就做你领导吼，我输也要心眼难得吼，吼，你现在无好。所以讲，咱今日个人意念无同款，但是咱今日你着真多真明输了，各位先生，咱着有人真正讲波波度一生，波波度一生，到头你会懊悔的。咱今日爱能够爱快马加鞭哦。有怕在上班，有人爱去度人，啊，要心软热心，这责任其实拢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是要管事，不是囡仔的弟做表的身上，是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所以我怕啊，起码像即阵，我感觉个思修和前行哦，我怕表示讲哦，这哪样在不变，但是呢，咱嘛是爱用多些心啊，吼，爱用多些心。能够要用就足福德心暗行见得，你才就心上得。但是你要该花钱吼，无去来体现出来，那么你永远的人生就是浪费。你讲啥物叫德心？啊，咱的心内底有三种吼，德心以顺先福哦。啊，那人心优先优哦，能够好心者我，爱心者我，对咱的人生。啊，那海底心呢，顺福福心，就是讲。所以讲，只要我喜欢，那太阳放会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哎，这个天心哦，哎，已经人心啊，在讲人心不够啊，哦。那么你再讲暗心变得，因为咱的暗心变得是咱某些声心的，无音无声哦，啊，颠颠离别，该白买家呢，真正颠倒错乱，那是假无真。有真，其实人讲干会干无助。伫咱丁丁叔叔的时阵，即马谢周旺老师来来讲教即个道理。那么伊一直讲，伊对咱的三千弟子，伫这协会内底，咱谢讲师也是讲啊，年底是不是？我即马咱讲，第二礼拜甲第四礼拜拜啦，下晡的明下早啊九点半在上道理，我请谢老师来。我刚刚谢老师在讲，你真正咧地主，伊讲我真正有够熟的。当然，讲到尾，咱讲物主较清净，就是咱干物主哦。那么咱干物主，一旦属于飘逸，伊路行就不堪其忧，会有盖地咯，天灾鬼呀。那么伊就是呢，无去哦，这城市甲咱个盖地去，哦，去哦城市盖地，啊，咱不是哦，拢去哦地，颠倒错乱，人假物真，今天咱到我多人听啊。修行进德啦吼，就是讲有时啊，还可以受脾气，搁发脾气，还搁有毛病吼，哎，会做招来一寡罪孽啦吼。然后所以呢，金刚经这一段是咧第五篇啊，我咧，所以咱目前咧所在位第五篇，是无？伊讲哦，诸菩萨心住无法，行菩心，诸尽皆暗，即无所得。分别互相执着，这是菩萨。其实已经达到菩萨，拢是咧念菩萨的啦，吼，咧多欢喜啦。那但是咱来就这个法，念菩萨呢，就如人之般，就是无所见，就完全无所见啦，吼。就甲咱，甲无讲咱，讲咱有无地咧，就是现在啊，所有一切善念咧，都无讲的感觉，因为伊就讲的少。那么就菩萨心不住明法，行菩萨如人有法，即光明照见种种相。我看你这一段，我甲伊体会就是讲，其实这是咱本文书，哦，本文书你该一直爱做，不管你多忝，拄着因缘，一定要把握机会，把握因缘去做这件度人心存得心的代志。哦，就像咱避免之前我甲我讲，哦。因为你即满吼会体力足好呢，啊，安尼转来等转来呢，你着去告别人，啊，去逐工等一礼拜走三四组都有，啊吼，迄体力有够好，啊，去要招我去做啦，我甲你讲吼，
是咱的本分，是不是会忝？户外会忝吗？咱会忝，就尽量卖讲手会酸嘞，太会忝吼。去，咱来引导来遮谈主讲，哎，拜托我尽量卖讲，爱去推拿者。那么底下也是讲，咱今日无着无着讲到上的时阵，讲你增加，因为你不执着的时候，你讲到这是你结果，这是你输赢，你就会去感觉讲哦，人生重大。啊，今日你也感觉好，我今日好。来，新闻这个热情，我唔知咱赚偌济工资，上点赚偌济偌济工资，目前年点来说，唔知会当讲我娱乐的时阵，今日你就咱就咱讲，会是你就是个主持人啊。即个所谓呵护功德哦，咱牛夫在咧讲咱迄个即个，咱大部做事咧讲咱牛夫在话哦，而且伊意思就是安，除了无德心暗影里面的，你的德量德心若无开发出来，其实你所做诶拢毋是真德，哦，拢毋是好下真德意思就对啦，即个意思。那么后来又甲伊讲，所以阿在过程会拄着足侪因咧。就精修的人不减世间的，就减他人非主非就是者哦。以前呢，就是找到修己，各位姐姐，那老时间也是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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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点他一点他，他各位也艺术的造作。你像讲，咱前面教小朋友读经，有些咧大量读经，可以书读百遍，遍解其意，就是其意自现。你才是拜拜，伊应该的艺术咧，伊就。念得出来，所以你家边咱去找来修为不修手，你第一修还是在他，哦，疏通就行通，还是伊家可以发挥，你看他艺术当中的造诣，你得家己有法当你体会出来。所以你家讲，一个真修的人不变世间的，哦，世间别人的个性都不是个性，咱家己爱去体会，爱去了解。你像讲大乘菩萨的特色，就是两一零一。其实这是一个理论啦，爱对家己较严的，啊对别人较宽厚，哦对别人较宽厚。那么你有变变嘛？人讲自修概念不以避讳，以求上通，就是讲你家己自修家己概念好，修改而且个认识爱都有下着这个误解，啊唔茫学会讲别人话事，唔茫只就是讨论哦，之内就是讲讲笑。然后有啥物过失，咱唔通人笑。记得咱我发一张地板的四九九的吼，甲我先生地板四九九的，知道吧？我，咱种地板的中华电信四九九，我一单是两千。啊，我现在也去翻译，我后来合约搞，特别搞，然后到中国左边边是用中华电信的，所以咱地板反对网内讲我，我让对讲不用钱嘛。啊，所以我的地板啊，我是一种关系。一年啊，一热线刚刚攻击一年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一般的会啊，比较多一个小姐，一个小朋友，哦，啊，一个小朋友就是在教育面来的智能较低，但是你我看嘛，有做两中啦，啊，嘛去正用到，已经讲高中毕业，哦，啊，因为嘛，啊咧打打，啊，我都拜年妈妈头前，啊，不是就搞我打起来，不就搞我跪起来，安尼，我讲你，你找我有事吗？那么各位浅浅，咱拄着这个代志的时阵呢，咱一个修行人，咱要如何比较宽容？就是讲，今日这个囡仔，就是甲人无啥亲像，伊来打一个，来配一个，哦，或是伊来就拢会攞攞打屁股。一般的人，你若人打屁股，那是袂使呢，那对。咱亲像人，咱也袂人打屁股，吼，啊，其他倒无害啦，咱也无打。各种借起来，你以前你是我的亲，爱的亲戚，哎，妈妈来讲，你拿好别人，但是我这阿姨靠的是你，我你得往推啊，哎，所以呢，这姻缘来对，我感觉我们年轻人学的，但是都得做这姻缘，你这哪一块啊？可能别人你再去借的囡仔，安尼来打，哦，啊，所以妈妈就不敢看，我没关系啊，只要他没有破坏到别人的东西，你不要一直打扰他，你妈妈又又会聊，啊，就一点，啊，但是。应该是给他破坏些莫名，你看看那堆手机啊，你看，啊，但是妈妈惊是讲伊用起来，伊会坏，还是安怎？到时妈妈会哭的。但是要家长讲，因为伊嘛是要等时间先吼。所以你正也是讲，因为已经甲咱讲的一句话，就讲，咱今日自修改，啊，无去吼批评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意境就相同。
不给世间人一款随心的包容一切，见面时的见不言语为主心，这就是咱心起的功夫，哦，心起的功夫，哎，都无分精的啦。安尼还是咱要讲到遮就好啦，因为伊迄个时间嘛无分，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多是下早无分上啦，下日啊，无咱就讲到第十条就好啦。五哥老大老二然后好啦，无阿伯等下到后来。各分天，无法后生的咱来时阵呢，无法再继续啊，甲咱分享给后壁啊，即两点。那么当然，你啊，无法会使讲非常欢喜，咱各位先生呢，甲无法做伙来学习，嘛无法做这些信息。那么感谢天文书店，咱会当做伙来遮学习做传递。其实，咱做传递这本册，拢是咱兴趣的任务，拢是咱兴趣的任务。不管是咱代理主事，还是体，甲用表的体目，甲咱基础的本体，伊也可以经营，来写到做清楚。啊，要如何落实去实践，伊嘛来写到做清楚。而且我们底下经典，你爱经典来生活化，经典来生活化。啊，若无一本册，你现在从何发现到要怎样变，嘛是会做的。我发现各国个学生，伊嘛融会贯通，用伫咱生命学习个过程内底，日常生活、家庭生活内底，基本也是着做会做出个变化。所以呢，才是我发甲咱共同来分享。哦，做这不少，我倒来像咱福建人呢，哎咧，福建人讲甲咱认认真真，这是我发真心真意。啊，最后祝咱做一件代表，哦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咱个队伍会当健康方便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谢谢。大众福祉，感谢正点和六十分前到玉冲，蹲到玉冲，地干向吴吉老母前三冲以前到玉冲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感谢正点恩师的鞠躬，蹲到立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感谢正点恩师的鞠躬，十架向无极老母行三公里前到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十架前人鞠躬，十架护前人鞠躬，双架正点恩师鞠躬，蹲到立鞠躬。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十架前人的鞠躬，十架护前人的鞠躬，双架正点轮师鞠躬。好，谢谢，晚安。晚安。